餐时间没关系啊，就跟你耗啊，要不要配合？你要不要开窗配合一下？警方好说歹说，这名女驾驶就是不肯开门，只说自己要停车。我听不到你讲什么嘛，你开一下嘛。原女驾驶在基隆市庙口商圈插队，想要去停车，被警方发现后驱离。没想到她非常不服气，竟然就这样挡在停车场入口前一动也不动，把整条马路都堵住了。你要当老顾啊？找婚啊！妨碍公务，好办，来办。警方到最后没办法，敲破玻璃把女子从座位上拉了出来，但女子不停反抗，还打电话给友人，不停尖叫喊救命。救命啊！下车。到车管制区的时候，其实自己上过来就硬切进来，就这样在大街上跟警方僵持十多分钟，把路上的车都堵住了，并且不断叫嚣。女子不仅拒绝盘查，被带回警局后更是拒绝配合侦讯，要求要律师到场。警方则以公共危险罪妨碍公务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